Ready. Off gates. Hello, 各位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一种欢迎回到频道。OK， 那好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呢，没有这个上传 Battlefield 2042。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比较特别一点哈。那我暂时的就不录这个游戏的执行的影片哈。那我会最后影片最后我跟你们讲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影片呢，我暂时不会录这个游玩的影片。那我承认这一段时间啊，我以前我有提过战地2042，从2021年到现在将近三年到四年的时间，从一开始没办法玩，不能玩，还有这个泥头船鲑鱼回流，然后在一些物理引擎碰撞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巴拉巴拉，我相信很多老屁股都知道2042这一段时间，前面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就是说每一季更新的东西非常的少，就多几个枪支，就多一张地图，就这样子。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两天呢，战地星座呢已经有点眉目了。那战地星座有点眉目了，那明年它会出现那个 CTE， 也就是所谓的测试服，社群的测试服。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呢，在战地2042里面，你大概可以看一下未来的战地能会有哪一些改变。这个原文的出处呢，我就不方便说在哪里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说是在哪里，因为有人有泄密出来的。那那个泄密出来的那一张图呢，就是封面的那一张，就是这一张影片封面的那一张。那它有泄露了好几张，那我只把一张图当封面，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一张封面，那张游戏封面那张地图。那当然啦，老话一句，未来会不会用那一张地图、那一张封面做以后的新的战地，不好说。因为封面的那一张是加机版的封面，那应该跟电脑版的应该是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他也提到就是说，现代战争的那个感觉，就是2042是未来的现代战争，那新的战地是现在的现代战争，也就是他们一直主打的战地三跟战地四。首先呢，有一点非常，我可以说非常的确定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store 的商店呢，一定有哦，你放心，一定有这些看得到的东西，你一定有在新的战地一定有，而且呢，也是会所谓的战地风云币，也会有追加这个，只是它的 UI 变了。它的 UI 变了，当然一定会比较好看，废话嘛，一定会比较好看。那还有就是说官方是说啦，他们是讲说专家这部分啊，他们是意思是说没有专家，他们是说没有专家，但是他们现在还不好说了。老实讲，现在即使他们现在一直在，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可能有人会吐我的槽说，官方不是讲说，专家会取消吗？没错啦，这个他们的新闻稿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啦。那就是去，除非他们的策略变了，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记得去年还前年的 CEO 安德威尔逊他们有说过。为什么2042会这么多专家？也就是要让未来的战地呢，现在的玩家呢适应专家之后，未来的战地呢继续去衔接这个专家的机制。这是 CEO 安德威尔逊说的，你们去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分享，所以我对这个是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会发现到2042为什么后面出了这么多专家，然后。不是没有原因，后来他改了，把兵种把他拉回来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已经真的是太晚了，真的是太晚了。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人物的话呢，他们说是要回到四大兵种，也就是所谓你在战地三、战地四就知道，就看得到那些东西，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还有就是说，他们有提到一点，就是说
他们人物有那个士兵移动的方式会改变，那会怎么改不清楚，因为现在他们只是在那边讲而已，并没有说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说我们并不知道说会发生什么。还有就是说游戏的模式的话，这个是我们比较想知道，可是他也没有说。但是就是说，哎，我相信征服模式这一些，或者说什么 Rush 这一些的，应该是会回归哦。至于是说能不能回到过去战地三跟战地四的这个经典，我是觉得，身为玩家的我们，我觉得要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哦，观望的一个态度。那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诸位玩家们，每一次的战地风云出来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脑周边，我们的电脑配置啊，你一定一定要更新，一定一定要更新你的电脑配置，CPU、GPU 不管。哦，还有一点很好笑的是，说它的容量，游戏的容量越做越大了。战地系列有容量越做越大，你可以看一下战地三跟战地四跟战地五跟战地二零四代容量越做越大。可是你会觉得说，当我在执行游戏的时候，我怎么感觉不出来它的游戏容量的内容有这么多呢？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人去注意到。那这个哦，我敢这样子想，我大胆的猜测，其实游戏已经做好了，但是我跟你用阉割的方式，这样你懂吗？然后我再透过更新、修正，慢慢慢慢的加上去，哦，玩家一定很爽。对不起，我另外就要再付费，所以我主体我卖的也是不便宜，终极版、黄金版我不管，它一定会出这些版本，让一些人去跳坑，却翻到，哎，这次战地2042的容量要100G，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下一次的战地会不会超过100G？当然是会。哦，当然是会。可是你会发现到一点，就是说我特别强调一点，为什么《战地2042》有100G，可是你玩的内容，你感觉不出来它的内容会这么多呢？你并没有感觉得到，而是到你第七季的时候已经停止更新、艰难的决定的时候，才觉得说好像有这么一点点、一滴滴的感觉。也就是说，很多人之前我看很多大佬都在讲说，其实为什么它的容量这么大，然后你还会这么累个？还会这么延迟，还会这么去断线，这是不应该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战地新的战地，他们有说过他们会有四间的工作室在做战地。你们去想一下，战地2042有几间工作室在做战地2042？超过四间了。可是它做出来的成品是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去想一下。所以说，我们不要太奢望新的战地，好像给你非常的美好的这个感觉，或许会还会很美好，但应该不是现在，可能会是跟《战地2042》几年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有这么一滴滴的好。哦，我不是在喷看衰异业跟代子，而是它给我们的感觉，有理性、有头脑的玩家一定会跟我有类似的这种想法。简单的说，我的结论就是，老子不要充首发嘛。就跟现在的苹果一样，充首发就手机出了问题，是不是要等更新？然后也不太可能给你退，哦，游戏也不太给你退。当我们在执行游戏的时候，它有一个签订的一个协议，你只要按下去之后，对不起，你就没办法退。所以说，即便你去告过，他也没，你也没办法告成，因为你已经签订那个保密那个协议的，所有的东西都归于官方的，你只是在虚拟的东西只是归于官方的，你只要按下去，你才可以执行游戏。2042之前为什么搞到全球玩家那个公愤呢、啊？然后要这个退费啊，哦，集体的去申诉去退费，然后有退成功吗？没有，哦，并没有。但是造成了一股退费的热潮，哦，大家可能忘记了这一点，去看一下之前我的影片呢，就有都提到这一点，哦，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自己也有去投票，哦，
那最后呢，我这个在，因为今天是9月22号礼拜天了。至于下一个战地呢，CTE 的时间呢，没有多久时间，但是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疑似有外传外流的照片，哦，就是封面看到那张照片，我不知道那一张图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他已经打上了 Battlefield 的这个 mark，我相信可能有一点可信度，我是说可能有一点可信度，因为这个东西不太像是同人志或是玩家自己去做的，因为真的是蛮真实的，好，蛮真实的。那最后呢，老话一句啊，我希望战地，我希望新的战地啊。能够不要走到2042的这个悲剧的这个路啊！好，我希望啊，好，我是说我希望不要走到2042这个悲剧这个路啊！哦，当然啦，如果说他能够再回到新的战地的这个战地三战那时的那种辉煌那个时代的，我相信对我们跟对玩家跟对游戏商来讲的话，都是一件好事情。那大家也不要忘记的，《战地2042》刚出来的时候，主打128人，哦，那一堆人在沙滩上那边走。结果呢，当初主打128人的这个游戏的模式，现在你跟我说128人是错误的选择，那你是把玩家当成什么？你自己在打自己嘴巴嘛？128人当初是你主打的欸，就你现在这样，所以说。我就提醒你们哦，一跟袋子说的话哦，听听就好。那我补充一点，最近某个 YouTuber 又在喷，又不不是在喷，又在捧一跟袋子的。哦，我就不说谁了。哦，这个在人家在网络上指名道姓哦骂人家哦，这样子是很缺德的啊。我就不说谁了。哦，那他曾经也在网络上也是在喷过我。哦，说我怎样，那对我讲，我想玩这个玩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哦，我就不想谁，因为我看的那个这个标题会杀人啊，标题非常的耸动啊，那我也不想谁，因为我觉得说他也没有主动在喷我啊，我只是说点名一下，带过一下而已，我并没有想到说要对他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说哦，真的是不要把玩家当笨蛋。千万不要把玩家当笨蛋，你把玩家当笨蛋，说真的啊，真正笨的人，嘿，真正笨的人可能是你自己哦，不是其他玩家哦。哦，那 OK，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跟收看啊。那我几个月没看到我的游戏，诶，这个人物不能转哦。哦，天哪，我以为人物可以转的，你看这我们，战地2042，你看这么进步到人物还不能，现在很多游戏在人物这个选单已经可以自己这样旋转了，它还不是不能转了，这就是我们伟大的 EA 跟 DICE，对，那未来我可能把这个战地币把它花掉，因为我觉得放了这个2300块在这边，我觉得看得我很碍眼哦，想把它花掉，因为。我玩2042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因为我可能没多久我就要把这个游戏给它砍了，100G，我可以100G。说真的，放在我的电脑里面，我都觉得它占位置。我是一个，我们下个影片再见，See you next time，拜拜。